美是我们对生活的感受，它也是我们对人生的期待。对于美，我们都是向往的。人这一生都在追求美，美好的生活，美好的风景，美好的人。我们追求的美是健康的、个性的，而且理性的。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为全球精英人群提供健康、美丽、年轻化解决方案的国际高端连锁品牌。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都开始不断提高对自己自身形象的关注。我非常希望医美行业能够跟其他行业一样健康的成长。我们推出了专属定制美学服务体系，成立专家管理专业学组，通过多学科联合，结合顾客需求与自身特色，设计专属方案。我们甄选全球百强设备供应商战略合作，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，提升品质，同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，加强医疗制度管控，持续优化医疗流程。都为了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，我们专门成立了专家委员会，用于深化医疗特色的专科建设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，进而进行医疗的技术创新。同时我们依托强大的品牌力量和专家实力，专注于唇腭类的工艺，用医疗技术来传递我们的温暖。我们会依托威灵集团专家委员会的技术力量，以高质量发展为战略目标，持续深化威灵这个品牌对人们的影响力，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为每一位威灵顾客安心的就诊服务，推动整个行业都能蓬勃健康的发展。